好，接着我们要来做相片的下载哈，把对方给你的连接点给贴到网址列这个地方哈，就可以连到 Google， 对方分享给你的 Google 相簿这边，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张照片。那一个方法是你可以挑选你想要的照片，先把它选起来哈，然后再来做。再来做下载的动作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你没有选起来，你全部都要下载，那也可以直接按这个三个点这个，然后进行全部下载，这样两个方式可以做下载。